要安怎变作极乐世界善人呢？在咱现前，这情呢，咱唔通甲这个水平提上悬，上悬就是谈玄说妙咯。安尼，咱这现实修持，就袂着真实的利益。今仔咱伫咧讲这个八正道啦，你甲八正道，就是伫这个十善业道顶面。有者知影讲，咱常常思维十善业，都是正思维。这个真重要啊！常常想着讲，佛在经内面教导咱，就也。上念善法就是十善法啊，对十善法定念这个，注意十善，观察十善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念念不离十善，咱就变作这个善人咯。善人念阿弥陀佛对。肯定往生啊！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仙人不会一处。咱这心仙、思想仙、言行啊，拢嘛仙，哪个未往生的道理呢？但往生啊，实在讲，只要发愿，我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念佛啊，一念十念拢嘛会往生啊，唔免讲一天啊，十万声、二十万声，无迄个必要。你愿意加念嘛，袂碍事；你较少念嘛，是袂碍事。肯定往生，为什么？你是善人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